我现在在西安的街道上准备去看夜景，这几天晚上都忙着吃宵夜，都没有去看夜景。听说西安的夜景很漂亮，值得一看，所以晚上出来逛逛。那因为最近大陆的国庆快到了，所以到处都是国旗，非常的热闹。我前几天跟店家的阿姨在聊天，跟西安的阿姨在聊天，她跟我说今年算是办得特别盛大的一年，因为刚好是整数年。她说往年的国旗通常是让店家自由决定可以挂，但是今年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挂国旗，所以今年看起来特别的盛大，特别的隆重。那等一下要去看的是鼓楼，还有钟楼，还有晚上的大雁塔。那大雁塔晚上好像会有音乐喷泉，所以过去看看晚上的大雁塔的音乐喷泉。那因为今年是整数年，所以国庆好像北京也会有阅兵，可是可惜的是我现在在西安，所以没有机会去北京看阅兵。那我昨天也问了一下店家的阿姨，说西安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活动，她说因为西安没有军队，所以可能不会有特别的活动，但是可能还是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气氛。我对面这一座就是西安的钟楼，这一座是明代时期的建筑，以前是用来报时或是传消息的。我白天其实好几次都有经过它，但是白天看起来不怎么样，晚上感觉比较漂亮。西安的市区内有一座钟楼，也有一座鼓楼，都是明代时期的建筑，那晚上看都特别漂亮，都像发光的玉玺一样。身后这座就是鼓楼，鼓楼在回民街的旁边。鼓楼跟钟楼远看其实长得蛮像的，但如果近看就会发现钟楼旁边有挂一头大钟，然后鼓楼上面有28面鼓，其中有24面会写着24节气。后面是西安的城墙，西安的城墙大部分的人来这边都是来看夜景或是来看表演，这边有孟长安的表演，但是门票还蛮贵，所以稍微来外面晃一晃。那眼前的这座西安古城墙也是始建于明代的，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。而且呢，这座城墙到目前为止也是保存和修复的非常的好。城墙旁边有一条街道，然后这里写着书院门。书院门这边都是卖一些文房四宝，卖一些毛笔墨，然后还有卖一些玉石。书院门这附近有于右任故居，还有明清时期的书院关中书院，还有碑林博物馆。这一座就是大雁塔，前几天白天看了小雁塔。大雁塔跟小雁塔都是西安比较著名的佛塔。那大雁塔是当年唐玄奘取完经以后呢，需要建造一座佛塔来保存这些经书哦，是为了保存经书，所以建造而成的大雁塔。那大雁塔是唐代的建筑，然后大雁塔晚上会有音乐喷泉，非常的精彩哦。后面是大雁塔广场的音乐喷泉，聚集了很多人潮在这里看音乐喷泉。
Thank you.